至於今日講有咩潛力股咧，可以睇下啲基建股啊嚇，中國鐵建啊嚇，頭先講咗啦，點解睇基建？因為發力基建穩增長啊嘛，咁所以諗一諗啦，基建股。而事實上咧，唔少基建股嘅走勢咧都唔錯。不過之前好似之前我介紹嘅中國交通啦，1800啦嚇，咁哇唔覺唔覺啊升咗上去噶咯嚇，雖然咧就唔算好強勁嘅升幅，但係都係慢慢上咗去嘅，起碼俾個市咧就靚仔。又慢慢慢升啦，咁而家你見到中國鐵建咧，潛力股咧，其實走勢都唔錯噶，都有一個頭肩底嘅形狀。當然呢個唔係好教科書式嘅，唔係十分靚噶，左肩頭，右肩穿咗頸線添噶啦。咁而家咧，佢今日咧就穿咗上去，今日而家整固緊啦，有機會再整固少少嘅嚇。咁啊，等佢啦，等一陣，如果咧佢再考驗少少，逼近呢個頸線咧，就可以試一下咧。就吸納博去咧，完成呢個頭肩頂、頭肩底啊！對唔住啊，成日好容易講錯頭肩頂、頭肩底嘅量度升幅啦。呢個頭肩底嘅量度升幅有五毫子咁啊！如果於喺呢啲位吸納咗，有機會咧博去再衝上去咧，有機會挑戰啦。因為如果再上少少咧，就有機會挑戰呢個前嘅阻力啦。啊，咁咧就～大概六蚊到有機會咁樣上去噶嚇，因為其實佢本身就一啲都唔貴噶 ，P/E 得幾倍嘅啫，好平嘅嚇，有息率都唔錯，咁所以可以留意住啦。中鐵建希望咧就呢排嗰個基建股嘅向好趨勢咧會蔓延落去度，跟住佢有機會咧發揮嘅潛力，頭肩底嘅潛力向上啦。